您请说。你原来这个状态是内分泌的状态，是他现在调针对你内分泌，把你这个阻塞的黑色整个都打开了，是啊，但是这里面是显示到你肝疲劳，肝疲劳对应到五种颜色，就是现在是显示你哎这个肝有点疲劳，如果那我现在就是帮助你把肝疲劳解决掉，哦，啊，那你先拍完了以后，我再帮你做。哦，好，谢谢。现在要做吗？对，现在帮你做，谢谢。好，不要，就不好，你脚上放的，刚没有按到。哦，刚刚没有按。然后再因为刚刚没有说肝有问题、啊、不是现在是显示出来，因为有时候这、哦、那个就是我们称为隐性病症，因为他那个时候是科医师帮你解决的是内分泌的问题，是已经跟你调好了、但是呢因为你过度劳累，这几天过度劳累，所以你肝疲劳，对，所以我现在是在跟你处理这个肝的问题，很多男生其实有很多的情绪，把打出来可以看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个我只是补气而已，气啊，补气而已。情绪烦就哭一哭闹一闹，可是男生会吗？那男生怎么办？就闷，郁闷在哪里？肝脏虚。好，谢谢。所以当老婆的呢？